观世音菩萨印度南部的古道场。我们知道现在所有讲到观世音菩萨道场会想到南普陀，南普陀是在西元600多年的时候，一个日本和尚跑到五台山，那么就请了一尊观世音菩萨，他就把他带回到日本去，从这个江苏那边就飘飘飘飘，那个海老是绕不出去啊，是吧？后来就问菩萨了，到底是怎么样啊？不去日本了，不去日本了。菩萨要去哪里？要那个地方的人看教化，他才会去。那时候的佛法还是在中国，要有一些人，不管是道家还是什么，总是有一些比较会想修行的人，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所以四大菩萨都在中国，就这样啊。那好了。那不去路边，那就安住在这里，跟你盖一个庙，然后就要叫什么名字呢？好吧，观世音菩萨帕达拉嘎，帕达拉嘎好了，叫普陀山呢、啊，南普陀就这么来的了。那我都还没去过啊。我们在讲观世音菩萨的古道场，就是在印度南部，那多。那我刚刚有稍微提因缘了。没有菩萨的提示说你要去把这个地方找出来，我也不会那么积极啊，对吧？那既然有这么提示了，所以就要积极去做。我看网络上很多影片了，只有一个人拍到这个地方给我看的，非常有感觉啊。那个石头都有灵性，尤其那一只大象。我看了就印象就深刻啊！这次贝贝，他把那个大象的眼睛把它吊到最前面来，一看到是这个什么蜜蜂的窝啊，配合的太好了，哇！这个石头加上他切一个洞啊，当作眼睛，这个眼睛又有那个蜂窝白色的，在那个竹草，刚好看起来就像眼睛一样。我现在讲这个印度靠这个西岸最南边的叫做格拉拉 K-E-R-A-L-A 格拉拉邦，看到东岸最南部这一省叫做纳多塔米尔，塔米尔纳杜，他都一定要加一个塔米尔，为什么要加塔米尔？这一帮的人讲的话是塔米尔语言的，跟别的人的话不一样，所以加了一个塔米尔。那塔米尔的语言就是观世音菩萨教阿卡西达亚果丹这个印度 的人，他后来成为印度南部这个塔米尔七圣人里面的一个，大概是首席圣人了。好，我现在讲地理，帕蒂盖马拉，我们叫到普陀山脉啊。P-A-T-H-A 和 T-H-I-G-A-I 这帕达就是普陀嘛，普陀山是以这个山为名称啊，这个山脉很长很高，对吧？那到格拉拉这一省中间就有一个马来亚，就是第一片这里讲的马来亚山，马来亚山就比原来的普陀山低一点，然后这个马来亚山再往东一点就有一个帕达拉嘎，帕达拉嘎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普陀切罗，是吧？我比较喜欢读梵文了，帕达拉嘎就很好念了。先看看玄奘大师怎么讲，叫马拉果达，马拉果达也是国家，它有一个马来亚山，那东边有一个帕达拉嘎山，在山涧危险，这已经讲到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山了，这是最低的。那整个山脉高，然后再下来马来亚，马来亚再下来帕达拉嘎，所以它是最低的，对吧？所以那讲山涧危险，远古奇情，山顶有池，就是这个池塘，对吧？然后
溪水澄净，非常清澈，流出大河，从这里流出来，当然旁边也会流出来。这边的山太高了，所以它有很多的水流会聚集，那所以流出大河。他说周流绕山二十匝，绕来绕去绕二十匝了，最后流入南中国海那边去了，啊，也就是斯里兰卡南边那边了。那池测有十天宫，啊，这一次最大的发现就是十天宫。什么叫做十天宫？我以前呢在想说，一个石头里面有一个洞，然后观世音菩萨就住在那里面，然后他就通天上了，然后一下子消失掉了，对吧？那这次去最大的，由他们几位都给小慧，然后到那里面去，我都还没有到那边去了。我看到那个山壁才知道，哦，原来这边天神那么多，是吧？叫做十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常常来来往往都在这边示现了。有其愿者菩萨，哦，想要见观世音菩萨的，不顾生命啊，啊，立山登山啊，立水爬涉水啊，望其艰险，能够到达的呢，啊，也非常少了，古代了，不是现在啊，现在路开得比较近了，那么，山下有人居住了，他想我要见，祈求见观世音菩萨，他不会给你看到本尊了，那就现这个住在天行，现这个外道，土灰外道，你们现在都看到了。啊，这里涂红的也好，涂灰色的也好，啊，还要弄一些石灰。我们在法会那边不是有一碗装了石灰，人家去就是在涂在这个眉间这里了，要涂灰外道，来让这些人看到。既然有所求，菩萨有所应，给你看到，你也不知道他本来长得什么样子嘛。啊，看到以后，这就观世音菩萨。啊，看到外。这个土灰外道，哦，这是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所以满他们愿了，这个是《大唐西域记》玄奘大师所写的，很多诗都引用他这一段在解释了。我们有兴趣就十天宫，啊，跟这个水池那边了，是吧？好，哦，要去那里很辛苦啊，两天坐飞机回来，要去。要四天坐飞机，我们两天在那里做法会，有一天就出去采过，就这样，路途很辛苦了。一进去，他第一个跟你讲什么？啊，你看得懂吗？解弯强地，强地你应该看得懂吗？强地不是说人吗？或者吉祥啊，安静啊，强地就是。你心里安静啊，他们这个小飞机啊，然后机场啊，他们造的，啊，给各位看了，啊，这个用引擎的这种小飞机啊，我以为是只有他们才有，后来听他们讲，哎，我们澎湖也是用这种飞机啊，哇，他们说这种飞机很安全，这是我们24号出发。25号早上赶这班飞机到我们要去的旅馆，虽然飞了2个小时啊，要开车还要2个小时到旅馆，到中午了，啊，那这个我们上飞机的，啊，那每一台飞机80个人，一排4个，20排80个人，啊，闲话就不要多说了哈。我们要进去的这个叫做动物保护区，所以他早就帮我们申请2天，我跟他讲要申请2天，这个顺达先生啊，他真的就帮我们申请2天，没有申请还不能进去啊，那进去还要交钱呢，因为一个人头多少钱呢，是吧？所以他看话，你看动物里面很多，这个。我们的十天宫再上去，他们说有机会上面去看看，很好，
那问这个守卫，他说不行，上面都是大动物，老虎什么很危险，不能上去，哇，一般人不能上去，这个是进到他们管制区的附近，他就告诉你这是动物保护区，是吧？给老兰那边也是动物保护区，那都这边的省，它也是动物保护区，这边都是两个都是动物保护区，啊，这个山路很好走吧，是吧？前面那顺达先生啊，等我们再开始走，不远啦、啊，大概走二十来分钟就到了，是吧？所以给你们看看，这个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去了，那阿嬷都可以去了，啊，就因为走的路太短了。你那个看人法相都跑第一了呢，都走在前面了，是吧？对吧？要去那边的拍拍照。好，我来看这一张。我们要去的方向，跟这边很多人在洗澡方向刚好是这样，走我们这里上去，他再走往前一点，那边就瀑布下来，阿卡西达亚 Fall， 就是阿卡西达亚的瀑布。他们不稀罕那个地方，都来这边洗澡，洗个澡就业障都消掉，所以每一个时间都很多人在那里洗澡、冲凉啊，啊消业障。我给你们看看，好吗？啊，那这一张呢，就是我们走到快到那边有寺庙的时候，啊，祠堂里面出现这一尊佛像，我说哎，这个佛坐在那里啊。背对着我们了，是吧？他们也许不会联想那么多，因为他们的天神啊样子跟我们的佛像都不大一样啊。那我们的佛像就静静的坐着，哎，他们都很有姿势啊，哇，很有动作。我一看，哎，这是一尊佛像，对吧？我赶快把它照下来啊，对吧？这个水位要刚好，才会出现这个。对吧？所以头跟身体那个水位，如果埋过去的话，就可能人家不会注意啊，水太高。六月一号就开始大水来了，是吧？这个就是这边最主要的寺庙就在这一间了、啊，这跟一般的那个印度教的教堂不大一样啊，它很简单就是这样、啊。它没有很多的装饰，没有很多的雄壮的这种建筑物，这么上去啊，它就是这样，对吧？也很简单啊。我们在做法会就在这个地方，好，所谓的小池就是这个池。你看这个石头有没有像大象？这个蜂窝煮草就在它的眼睛，所以鼻子也有了。头也有了，哇！这边的象形的石头很多，啊，我说尽量把它收集出来。他们这边人很少，那管理员也不喜欢他们到这里，我都觉得很奇怪。我刚刚说的那个庙后面，我跟那管理员，那个住处，那个、不管理员。里面的那个庙宫啊，我说我可以到后面去看吗？那锁起来，他说 no， 吼、哦，讲过来过弄了，啊，你也不能强迫他开过去。后来我看完了，里面有很多东西，我现在才知道，有一个叫做吉利西那维尼阿妈这个圣人的。她是 女性啊，阿妈啊 ，AMMA 啊，吉利西就是黑色的了啊，那维尼是吧？这个字换字什么我不知道。她就是近代的圣人一样，她住在这里，她直接自己住在里面。到2011年还是2019多少年了、啊？他才到下面的寺庙去，不然他都住在这里。
一九九二年这个大洪水来的时候，他没有跑，他往上，往更高的这个石头山往上去逃避，他没有跑掉，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那两个佛像，旧的佛像被冲掉了。那是一九九二年大洪水的时候冲掉。啊，这个镜头就是我们坛城就设在那个啊里面这个庙啊那个、地方，就地在那边就摆我们的要供的东西啊，把它摆在那边了，对吧？右边这个是基米啊，左边这个是顺达，对吧？啊，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那边啊做两次法会。第一天赶到二月十九号的中午到那边了，虽然没有早上到，我们是下午一两点就到了，所以还是二月十九号到。然后回来以后，我就躺着，那明天要干嘛？我跟法藏说：“你叫他们去讨论，他们明天要做什么。”结果他们就开会啦。然后结论说明天再上去做一场法会的话，我心里面很高兴，哎，我不左右他们，他们自己可以决定再上去做一场法会。我说好，第一场法会因为是板仙啦，哈，不是做得很好，但也不错啦，对吧？心还没定下来，我赶会机，我三十六小时没睡觉，你知道吗？后来第二天去，味道就不一样了。所以在那边做两次法会，第二天的时候就念头就进来，告诉我这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古道场，啊，那第二句话就你要让这个道场再让人家知道，是吧？那印度人他们就不稀罕啊，那怎么办？就是要让你这个中国人啊、台湾人啊这些真正汉人佛教徒。要懂得这个地方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古道场。那时候给我这两个念头啊，是吧？我才真正啊心定下来，哎，真的我走的地方没有错，我认识的地方没有错，不然跟第一次两个是背道而驰，哎，路是这样，这边还要走五小时的路到山上，还没有到管处点而已，要去那边还要两三天呢。我这样舍去啊，哎，这里不是啊，马来亚再下来就帕达达嘎山，那更低了，啊，就是这个地方。什么叫十天宫？是后来才搞懂的。那这是我们在那边修大悲咒，是吧？念七遍，七遍就最大的数目了嘛，是吧？就念七遍了，是吧？我们第一天呢、啊，他们在讲。那个佛祖看到我们在拜拜，他都要下来吃东西啊。然后这些所谓的这些公务人员啊，还有顺达一样，拿了棍子就在那敲敲敲敲，都在赶着这佛祖。那很多声音啊，有录音录影的话，他们都在赶这些佛祖、啊，对吧？还好我们有修禅定，不受他们影响，我们照样念啊，对吧？我这是在那边做法会啊。那第二天做法会。因为早上去做嘛，在中午吃过饭以后，大家在那边打坐了，要打坐了就在这边了，那边都是印度的神，这两尊神前面就放了一个大的灰，白色的灰，他们去那边就会站这边了，拜一拜就会站到啊，要涂灰外道，那么就这么来了，那大家在这边打坐了，啊。那这个晚的时候，大家都在这里，这一头大象跟这边的石头，你的感觉会感觉不一样，都有灵性，是吧？啊，所以难得在这边照相，你看那边冲凉多少人啊，一大堆人啊，随时都很多人、啊，这边都没有人来啊，因为没有人知道这里是好地方啊，是吧？啊，再下来这问题就在这里了。听说了耳相，自己先到那里，也要给这个所谓小会了。没有小会，他不让你去那边了。啊，我也不知道，我只下去拍拍照。然后他们这几个
法线也给他小费，要100块卢比。哦，他都很好心，要牵着他走过去。没有他们这几个人在那边还搞不懂，这个石头后面都是 image， 都是那个影像，不是他雕刻的，雕刻只有三尊啊。所有的石头后面你仔细看都有那个天神的影像，是吧？这是我后来看的，才有一个念头进来，叫石天宫。哦哦，原来他们在那里拍照，他就传给我看啊。我看了，哎，这里面都有很多的天神啊，很多什么都在石头上面啊。哦，难怪叫做石天宫。这个画线啊，那这一张啊，我把它画圆圈、画四角形的，你仔细去看，都有一个影像啊，那很奇妙，不是只有这里，那大象的那一边也有。都是有影像的，对吧？好，那我要讲说石天宫的证明，说这些仙人跟天神他都在这里嘛。这个要跟我讲话，这个法吉在幻念，他的名字叫 R 一点，他叫拉米阿亚 RAMIAH 啦。啊，他怎么念我不知道，他拼音就这样子了，阿弥拉哈，他是这个阿嘎西达亚的这个瀑布，或者是他们这个大坝里面的工作人员。他留下来的这个面儿，我看就是这样的，有一点像公务员的样子啊。他来这里，他先问说：“哎，你们打坐，你们是修什么的？哪一派啊？”对吧？瑜伽有很多派嘛，大家问啊。我说啊，释迦牟尼佛教的什么哪一派啊？嗯，后来谈，他就比较过来说要灌顶啊，是吧？要加持。我这一次加持好多人啊，印度人看我穿这种鸟族型的衣服哦，他们都会认为就是啊上师啦。对吧？那每个都要过来，啊，头就伸下来，啊，跪下来，啊，有跪没跪都反正都是要你要跟他加持，我要跟他加持。那摸到第几天呢？我这边手都痛了，是吧？你不要看人家那摸摸他头都，虽然看起来都很健康，多少都有业了，是吧？这个人，南米亚，他都。说他8年前呢，有一天晚上，大概跟这边的人有熟，所以他就住在这里打坐。过了一天晚上，到半夜的时候，哇，所有的天神仙人都下到这个地方来了，因为他看到了，他禅修了功夫，大概色界天的境界有了，下阿自性开了。所以这些天神仙人下来，他都看到，哇！印证这个法仙站在石天宫前面呢、啊，没有错、啊，就叫做石天宫，啊，这位先生，对吧？站在这个1992年，这两尊佛像右边是观世音菩萨，左边是阿嘎西达亚他的徒弟，他们搞不懂历史。有的说是他的妈妈，有的是说他的这个太太，是吧？你要看他们的塔米尔那个历史，他们在传送这些圣人。你看有一个画像，就是观世音菩萨现女身没有错，但是坐在上位，是吧？阿卡西达要坐在地上，他在教他塔米尔梵文啊。啊、我就问啊，那这个佛像你们一般是啊，比如说这两个右边对吧是老大，那老二站哪一边啊？老二就站在现在这个男生的这边，所以这就是正位，就是啊观世音菩萨这边了、啊、第二位就是啊
由我来讲就右边了，由你们来看的话，你们是看是哪一边，左边嘛，对吧？对，所以表示这个大卫没有错，这大卫他们不懂这些历史，所以把它做得矮一点了，应该就高一点才对嘛。啊，这不管他，我们就知道这个历史。好了，1992年大洪水把他救的佛像比这个高，跟一个人同样高，不都被冲毁了。后来到2011年了，这个留美国的博士，他住在美国，拉维古玛，那有一次来到这边打坐，这个水池，来这边的人很少了。也许那个阿嬷还在这里的时候，啊，他就打坐，然后有一个声音啊，天神啊，就告诉他，你要把这个佛像再重新塑造起来。哦，他就有灵感了，好，我要做起来，然后就回美国去找同样是印度人的这个艺术家，照原来的这个图像雕塑。变成小好几号，太小了，是吧？也就这个人发起那募款，然后找另外一个雕塑家，也留美的印度人，把它做起来，做到水池的地方，是吧？好，那这个十天宫，他们这几位，是不是每个都给小费啊？沈律师有吗？没有，你们都没有。你有，啊，他还给哦，他有，他还牵他进去啊。还好你们有进去，我才发现这个天大的秘密，说十天宫原来在这里啊，对吧？你看每个图像哦，他们雕塑只有三尊佛像，还有壁上很多很明显的佛像没有错，那个自然的石头的那个 image 啊。就非常像，有的打坐，有的站着，有的干嘛，不管怎么样，看起来都是，啊，像仙人一样啊，是吧？所以他们这几个，那么在这边留下一个镜头，很不错了。那我们就在那里打坐，他们就跑到这里来了，是吧？好了，这个是旧的，1992年还没有洪水冲下来以前就旧的。他的像很高，都是跟人一样高的，这个就比较好一点了。现在做的太小，还要准备逃难一样啊，底下还做的战车一样啊，有轮子，如果大水来，赶快退走，有备而来啊。那古代是这样子，对吧？他右边，我们看就右边呐、啊，就是大卫，观世音菩萨，左边是他的徒弟。阿卡西达亚啊，那个大象啊，这更近的图像了啊。他们到处的庙，有的都是有这两尊哦，好几个地方都有啊。这个是最有名的大象啊，他们不稀奇耶，还是没有水可以冲啊，那很少到这边来啊，对吧？大象的影像，那我们就在照相。第一次看到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虽然同样是山，同样都是大石头，这地方的石头都有灵性，啊，还不知道它是十天宫以前也是这么觉得，感觉非常好。所以大家看一看呢、啊，哇、啊，我在拍照，这里面呢、啊，右边。你看到了有一头乌龟，对吧？乌龟是很柔性的。左边那一头是鳄鱼，我说鳄鱼是恶性啊，很凶恶的。这个镜头没有看出来。右边那个是鳄鱼，然后左边还有一条金鱼啊，对吧？啊，这边就看得到。那这个右边这里鳄鱼。但哪一种水位，哪一种情形，可以看到鳄鱼的牙齿都可以看出来。有一个影像啊，这两个左边那个就是乌龟啊，这个是金鱼啊，这一头金鱼很像啊，是吧？这个石头怎么会真的是翘这样的啊，是吧？你看金鱼的上方是不是有一个人躺在那边啊？
还是石果？有没有像啊？石头上面这里有没有躺一个人？两只手垂下来啊？对对对对，是吧？那你要去看每个地方，这乌龟的后面是不是有一个人女生啊？每一个石头都可以想象成一个东西耶，对吧？啊，这是又到了 TCR 小剧场啊，要回来啊，对吧？我要讲的就是说，那个墙壁上啊，如果我下一次去的时候，我去把它每一个有影像的那个啊 image 都把它照下来，我在看他们所拍的这些相片啊、录影啊，我去截取，都可以看到这些。哎，阿香他拍了一头河马，哎，那个河马也很像哎，还有一头龙的头，是在大象的左边，啊，那是别人拍的，我截图下来，我有在脸书上放上去啊。所以把这些奇奇怪怪的哈、啊，把这些石头啊的佛像啊或者影像，把它集结起来，增加这边啊十天宫啊观世音菩萨的道场。那昨天我看到后面进去就是这我刚刚讲的这格里西纳维尼阿妈这一位女圣人啊，啊，她几岁应该是蛮大的、啊，那2011年才到下面的寺庙去住，以前都住在这里面、啊、所以这里面啊进去看也有床铺，也有啊观世音菩萨的画像跟阿卡西达亚的画像啊，在后面里面都有，还有几个小山洞。这个下一次我有机会就po上网，你们可以看，对吧？所以几个月前的心愿，啊，花几花很多钱，对吧？要去看路，虽然不对，那后来我找到这个名称，告诉他们，哎，第二次就顺利到达那个地方，而且还是2月19号，不管会机会不会啊。反正我们2月19号已经到了，是吧？那这个南部啊，风土民情真的是很朴实啊。那希望大家有机会，我在想，既然那么好走路啊，我们可以常常去了，哇，没有去过要去一下。啊，现在已经初步了解十天宫，我们会更深入的去探讨。那里面的石头到底有藏多少仙人啊、佛像啊？那个本身的庙上面就有一尊佛像，小小的，在一个佛龛里面打坐。嗯，你仔细看墙壁上，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些影像，啊，所以啊，十天宫，我们在玄奘大师以后，现在多少了？1500年有了吧？那是600-700年的时候嘛，啊，到现在，我说要让真正的圣地再重现。虽然印度人已经不大信这个佛教，只有1%的佛教徒，其他都是耆那教啊、印度教什么教，是吧？我们要让这个地方在复兴了哈，让观世音菩萨的古道场能够大家都了解，能够每个都去，当然是最好了，啊，瞻仰瞻仰啊，看你的心灵能不能感应观世音菩萨 啊，不然现大自在天神给你看看嘛。好，你有什么问题？那个，当初为什么我会传法身这张照片给你看？因为我们有4个人照相。
因为我把现在的照片上面有很多的透光进来。嗯。刚开始我不以为意，因为我想说那是个人的照片，我不会传给你。哎。然后我早上起来打坐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这张的照片很奇怪。嗯，就是只有发现我对了三个人，我们三个人。你们太远了嘛，他就靠近墙壁啊。嗯，我不清楚。所以相片就很清楚啊。但是我就觉得他很奇怪，为什么会有几道光是这样子直接透从墙壁这样透出来？一道光啊。哎、嗯。那我那时候想说，我传给师傅看看。啊。看怎么样，就变成这样子啊。我一看的话，壁上都是画像啊，除了那个人工雕塑的三尊以外，其他很多画像啊。后来念头就真的进来了，啊，十天宫是这么来的。所有这边的石头都是仙人或者天神所画的一样的。啊，那个南明亚，啊，南明亚他来证明说他八年前在这边过夜，是吧？能够在这边过夜，他是大坝的管理员，还是那个阿卡西达亚佛这个瀑布的族员，所以他才有办法在那里过夜啊。我们要申请过夜都有问题啊，以后想办法，那要请人看了、啊、因为它是野生动物区，晚上危险。你看那个小庙，都是用那个这么一大格一大格的那个粗的线条围起来的，那都在预防动物，是吧？所以他传给我，我一看，哎呀，马上就到这十天宫是这么来的，我才哦，天大的发现了。啊，十天宫由法尔禅修中心来发现的。我第二次说要带团去，我说我们三个都还没有搞定呢，就去哪里，就是哪一个地方都搞不懂，就去。好了，结果我说十个吧，我们三个顶多报名七个，结果你们我以外你们报名十二个，那啊就去了。反正最后被他也赶上报名了啊，报名就欢欢喜喜，大家都去吧，对吧？在发现这个十天宫，哎，那个大象，那个小厨，啊，还有很多这些，啊，哎，非常奇妙的，是吧？今天，哇，我是觉得讲得不痛快，再找一个专门的时间来介绍这个你们所照的相片，好吧？好了，阿弥，今天到此，阿弥陀佛，是吧？